可以录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为什么？你不要这样拍。Camera shy。啊 ，OK，OK，OK。我还是五年前买这个机器，因为我有月经失调，然后我有很厉害的偏头痛。说我的月经失调是2010年到2012年，两年。说我看专科，专科啊 try different method 啦 ，OK， 不同的方法吧。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帮我，因为我的月经失调是很严重的，好像普通的啊、人他们是一个月来一个星期左右啦，然后就会停三四个星期再来另一个三个嘛，对吗？我是倒反呐、啊。就说我会来三个星期停一个星期来三个星期，说我流我好像每天在流血流两年呢，说那个 doctor try 了讲没有办法了，你要把子宫拿掉。哦 ，OK。那个时候我的教堂有好像我们每个星期有聚会吗？嗯。所以我就叫我教堂的人说，哎，你们帮我祈祷啦，因为我不要把子宫拿掉啊。对对对是。因为我去上网，我就是要小很多了。我觉得网了到子宫很多 complication 呢，是 okay. 不是说那个动手术的钱呢、啊，是之后的 problem， 所以我很怕，所以我就叫他帮我祈祷。有没有验到有生东西没有？就是一直会流而已。啊，我有 fibroid。哦，那 fibroid 叫什么啊？就是拿 specimen 有一种growth 啦，不是 cancerous 的。我是因为什么我月经失调，是我天生哦是血里面缺氧的，缺少我是一个 condition 叫thalassemia minor。听不？这个是一个 medical term 来的，说这样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人，你的血是自然缺氧的。哦 ，OK， 自然缺氧。自然天然是天性在你的 genes 里面的，所以我就是血里面缺氧，我才会偏头痛嘛。头痛，对。说我就叫他们祈祷了。说其中一个人是刚刚懂了吧？还盐水，所以他就拉我去一边啊，讲你祈祷哦，可能会有奇迹嘞，因为我懂这个水从日本的哦，他用了大概38年，大概38年。说可以救很多不同的不能治疗的病，你要不要？疑难杂症，疑难杂症。说我讲哈，我就笑很大声嘞，就我笑很大声，说不要骗我啦，我讲水都是水啦，因为我是一个很会喝水的人，说我这个喝很多水啦，我一天喝2-3个liter嘞，对，都没有，你的水是什么水？神奇水。然后他就跟我讲啦，说不要卖我东西啦，我不要买了。每个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没有叫你买，我给你水喝，你喝喝看。你要把子宫拿掉，还是你要穿那个水？对，所以我就想啊，对哦，没有办法了吗？我祈祷可能奇迹啦，所以我就 try。所以他给我 try 的时候，他有跟我讲说，你的身体这样多问题哦，很多问题的，我的朋友都知道的。所以他讲说，你可能会有很严重的。healing crisis 他就给我一张纸啦，给我读啦，说 OK 什么 symptom 什么 symptom， 头痛啊，可能发烧啦，出麻疹啊，然后你会一直上很多尿啦，因为可能大便是无次啦，排毒。所以我读了，因为我的 background 是美容的嘛， OK， 所以我懂哦，有这种事情，所以我就喝咯。我喝第一个星期的时候，我发高烧，讲了嘞，那我的口很渴嘞，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了，说你的水是什么水？为什么哦？我喝了会很口渴的，你有没有放盐在里面？这个水有点来，就是很快就要渴，想要喝。Something wrong with 你的水嘞？连他讲说你不用担心。因为这个水的细胞很小，你的细胞收很快，所以你容易吸收你的 body ask for more， 这样你要喝多一点，这样然后我就 OK 了。然后我发烧，我躺到直在床上，真的我的很小的，我的 healing process。对。然后那个星期我喝刚好是我没有来月经，所以我 expect 下个星期会来吗？把那水我没有来月经嘞，所以我以为是可能是凑巧啦。凑巧。连第三个星期我来月经，等于他 delay 一个星期嘞。我喝了这个水一个星期之后，他延迟一个星期。把我来月经的时候，我很惊讶嘞，
因为哈、哦，我的医生每次跟我讲说，我一定要看我的血。每次我去厕所撒尿啊，它会滴的吗？那个、对对对。所以他讲说，因为我的血块是越来越大块，是一块的哦，好像 jelly 这样的。嗯。啊，说我的医生就跟我讲说，check 啦，如果它越来越大块，就是说可能以后不好嘞，会可能会生瘤。所以我每次一定会 check 的。But after 我喝两个星期之后，我 check 哦。哇，那个血块本来每次这样大块，变成这样小嘞，它会溶解在那个水里面，我很 amazed 嘞，我跟你讲。那你就我立刻打个朋友说，哎，你这个水溶很好嘞，我要买那个机器了。不要卖，我现在自己要买。哎，我要买那个机器，我的朋友很好笑，他很新嘛，他说，哎，不要买，不要买，可能是凑巧。他也是怕嘛，太过没心了了。哎，你再买，再买，你再揣多一个月啦，连看下个月还不一样。我说。哦，不用猜了，因为哈、哦、我两年哈、哦、我的血从来没有这样的，哦、而且它的 color 很美嘞，懂吗？明白明白。我懂，有什么病的不能，我说你不要等了，我说几时啊？怎样买？我要买了。你要讲哎，新加坡没有 office 的嘞，你要 meet 一个人哦，在 McDonald 哦，你要把现金给他帮你滴滴，那我也是公公哎，拿钱现钱哦给他哦。然后我的朋友骂我嘞，我回家之后我朋友骂我，哎，你买机器哦，4800哦，那时候新币4800了，因为是从香港嘛，没有带。哎，你神经啊你，给他4800 cash 哦，你没有 receipt 什么都没有，又看不见，不在新加坡，你敢敢给人家？那我就想，是我为什么我这样笨啊？太兴奋了，因为我太过 excited by 那个 result， 因为很想要了嘛，哦，因为帮到我们，那个、你想要那个危险性。是是是是，反正我说哎惨了，怎么我的机器我不懂会不会倒嘞？那给我一个星期后我就拿到我的机器了。但我没有做生意，我开始没有做生意，我因为我以为是 MLM， 我一直自嘲不喜欢自嘲的，所以我就没有做，我就真的，然后我就 share 我的。But the problem is that 哦，哇，我 share 我的，人家有癌症啊，人家有糖尿病，别跟我说，哎，雪莉，你的水去哪里买的？我要买那个水，然后我说，哎，他们没有卖水的嘞，他们是卖机器的嘞，然后我就来，公公这样卖机器咯，啊 ，then after that， 我是做real estate。对对对，记得 property 的。然后那个时候新加坡政府出很多咯嘛，考密税开一半啊。哎呦，以前我们是 buyer seller 都可以拿的，连他出一个新的 law 是只能拿一边嘞，那为什么本来可以赚啊100000变成50000嘞那种嘛？够厉害。啊，够厉害！那我生气嘞，我生气，我们的政府哎，那个时候。结果就做还原水费。想了想，哎呀，我不要做 property 了，因为真的很假烂了，对吗？我的可以看白哈，我那里要做了，然后我就想说啊 ，OK 啦，我去想做别的 business 还是做别的 company 啦，然后我去 interview 嘞，哇，全部的薪水很假的，人家懂 real estate 赚很多钱的吗？每个月给我新币3000块这样，我那里要。就是哦，不难嘞。然后我想哇，不可以不跟人家做梦，我要去想 ，maybe 我要做生意，然后我就上网找，哇，了很多 investment 嘞，2000-3000嘞。然后我想哇，不可以，让我想。哎呀，其实我一家机器哦，这个应该是不错啦。然后我说啊，不然我 try 不做喽。对。啊，然后我就做不干喽。我没有后悔到现在了，你做了多少年呢？总共2年，如果没错，因为你的关系啊，你的 upline 也变6A 是吗？全部了，没有我自己哈、哦、，when 我还没有卖呢，开始做的时候我已经6A 了。哦，因为我的第一个顾客哈、哦、是 builder。哦，他找对人哦。我公公没有是 6A 了，我卖一个机器傻到呀。哦，你现在已经是 6A 了，我还是哈。所以你是 1A6A 啦。没有，我两个 1A， 连我 5A 的，我跳去。哇，好快哦！跳快，哇，三级跳，一溜，厉害。我们所卖两个机器，这个要跟大姐讲，第三家机器哦，第三家，我跳，直接跳。真的要找对人厉害，找到是轻哦，但是找 builder 很重要哦，是，因为你的 testimony 很好。然后我也是很笨嘞，我开始做这个生意的时候，我也不懂是要找 builder 嘞，是公公一家一家卖，一家一家卖，对。
是是是，真正是要找瑞德。对，以前我还听到你讲一个见证，也是很够力。你有一个朋友，他收拾那个 office 怎样细菌感染，肿起来看几个医生都不会好。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嘞，不是，就不是我的朋友，是我的，朋友的朋友，我以前的同事的同事。哦、okay.。啊、oh, ，OK，Thank、okay. you so much。可以可以可以。No worry, no worry。忙你的，忙你的。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他叫水灵，谢谢你，加油加油。拜拜。